民国36年成立都期内，新竹县新安埔法鼓村，因阵炊烟都倒西个，韩国无物个后生人来加入，被都同文化相续下去。法鼓村对九年起始同竹北市重庆三期发展协会合作来办的辅导班，就三期的安度妈妈来学跳舞。一礼拜练2点钟，对基础的动作、韩国脚步，希望一条妈妈学跳跳舞，很白做得加入八步吹。舞蹈班长唐先生来讲解，三年是做出舞蹈动作，记得系准备重新上去舞蹈班的上课班咩？到礼拜是暗部，对不对？新加坡是会通，听来法国吹练舞。下班之后无聊啊，就想说来看看，结果一来看吼，感觉蛮不错的，大家在一起吼，又开心又有运动到，就感觉蛮好的，就继续下去啊。法国学表示，起先是庆祝台湾光复十周年，一开始是工艺为主。我本法国表演很多年法，15年来六首增加舞蹈、三国来的内容，本法国表演很丰富。我法同时在长头市就参加游行，摸索航路。那今年开始，本拓展70岁垂展，体力强强开五张。为了展示法国文化，所以将开始上岛而签新年。大概是在70、80岁，已经在那样在那跳，没改变，没后生落来。古所在中心山区历史上，反正也是天然讲，来心里一扎，啊，中心山区的。舞蹈班来训练，从最基本的个哈舞蹈动作哦身段哈，还有几个个的肢体语言呐哈，来向老师来教。呀，舞蹈班哈，一早系到沙基呢，不过新加坡个些哈，又利用俩个又俩玻璃屋啊，个哩来俩跳舞好像，本地头哈又安因又比较向心力安因啦。很大概差不多，按时间蛮多时点点的，所以哦，我介了舞蹈班，我也挺欢喜。法国吹表示，成立年龄的重庆沙琪舞蹈班，沙琪妈妈已经学会十个跳舞蹈，也已经拖了几个班长，安排几条让法国吹展强化排练。除了排长台湾吹的麦克，本舞蹈的动作跳得很难受，就希望也群新人今年是在参加法国节的法团表演。下个节目，我们要新竹报道。